决选，男子汉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势必获得入选资格。今日总决选，天王级艺人罗志祥莅临男子汉，给男子汉们助阵啦。王子真的进步很多。Tell me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 why? Tell me, tell me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 why? Oh, 我因此自己有个节奏，自己会怕受，自己也会跌臭。我给了我自己的能力打了折扣，既然你也说走，我们就来战斗。我们就说得一清二楚，听说得直接，不然会不舒服。你还知道过，这真的很 old school。我喜欢用电脑，你还喜欢看书。Tell me, tell me, 为什么 ？Why, why, 为什么 ？Tell me, tell me, 为什么 ？Why, why, 为什么？说你爱我，可是 You're not my lo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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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对我说。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我爱男子汉》。没错，今天呢这么大阵仗呢，请到 JPN 来我们担任开场，那是有原因的。对，因为今天呢是我们为期三个月的《我爱男子汉》的最后一天的总决战。没错。那三个月以来呢，所有的男子汉呢，所有的人呢都非常努力，非常辛苦，在自己的演艺的道路上面做出呢自己呢这个这辈子最大的努力。对，那当然呢，今天呢会做了决定，我们会选出了前三名。对，哦，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冠军跟亚军跟季军，而且前三名哦有优秀跟丰富的奖品。是，当然啦，除了前三名之外呢，我们还有最佳魅力舞台奖以及最佳进步奖咯，好不好？是的，而且呢今天的选出来的前三名呢就不代表就已经是获胜了。嗯，因为呢他只占了他可以出道的这个比例的40%。是，只是今天的表现拿到不错的成绩。对，那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段呢还是会告诉大家到底谁会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艺人。总决赛评分标准，平日表现与工作态度各占30%，今日决赛分数则占了40%。今天评审阵容有音乐制作人包守松、唱片公司副总李威、资深音乐人敖君怡、偶像推手 Andy 哥、舞蹈书天王大军。那除了刚才开场秀有这一篇为我们演唱之外，今天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哦，是亚洲的天王会来到现场。对，是的，所以呢，哎，跟透露一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好兄弟啊，也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呢，请观众不要随便转台啊，看不到的话你就会后悔。是你说私底下讨厌他那个吗？哎喂，什么叫私底下？私底下也是好朋友，是好朋友。对对对，我是公开的讨厌他。好，欢迎张家玮。我名叫张家玮，我今年18岁。
张家玮在每一次的表演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完美，在今日的总决赛是不是能够展现出他的个人特色，再创他的舞蹈生涯另一个高峰呢？我今天要表演的是不要忘记最原本的自己。 Let's go。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访问的梗拿出来，对，是怎么想到这一段的？有始有来，想来个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哦。对，哎呦，这有点助衰自己的感觉。但把我们丢在地上这一个，我有可能有一点感冒了。他把你当 dancer。对，真的很可怜。哇，而且他刚刚墨镜还差点摔坏了。对啊，还好比利接得快了。对，还好比利身手好。没关系啊，反正以后红了之后想买几只都有。大俊老师，我觉得你对表演的要求跟认真已经有了，然后整个细节都有做到，但是当这个表演是对你真的很重要的时候，包含你的舞蹈老师们的表情都会很重要，因为你们所有人的投入感会给对方互相给能量。但是现在老师的动作其实都很准，你们都非常整齐，可是老师的表情没有你那么投入，所以会感觉看你们表演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被抽离出来，其实没有完全进去你们的世界，这是我觉得今天唯一小小的缺憾。所以以后在表演的时候，任何一个 detail， 如果这个表演真的对你非常重要，所有细节都要顾到。我觉得他那个紧张的感觉也延续到那个老师的身上。对，而且他也是第一位，第一个表演，压力最大。开头，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压力很大，可是就是想把舞跳好这样子。你觉得你做到了吗？应该有。好 ，OK， 没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分数。小松老师给的分数是。7分，薇姐给的分数是7分 ，Andy 哥给的分数是8分，君怡姐给的分数是8分，大君老师给的分数是7分，好的，37分，没错，37分，但是呢，你就接下来要期待要替你其他男子汉加油，好不好？来，37分，谢谢张家玮，谢谢家玮。接下来欢迎第二位表演，曾毅翔 ，Go。好，曾毅翔。曾毅翔在节目上的进步让人有目共睹，继上次获得第二名的殊荣后，在最后一战中，他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令所有人惊艳呢？
总决赛太紧张，林嘉乐、廖佑君失误连连。没错，歌舞青春的感觉。歌舞青春的男子汉该如何面对呢？不知道评审喜不喜欢这段表演？我觉得整体感还不错，就是那个气氛营造的蛮好的。然后，就是曾一翔跟他的两个 dancer 就整体的感觉蛮好。然后我觉得，他前面其实有一个小小就是女生的那个桥段，我觉得也表现的蛮好，整体气氛还蛮好的。Oh. 然后也有看到他舞蹈的，他其实虽然不是很有力，但他其实是有一些柔软度在里面。对，我觉得他整段跳起来都感觉蛮轻松的。对，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很投入。很投入哈。好，现在呢，马上来看他的。分数了吗？很紧张吗？很紧张吗？很紧张。要看分数吗？还是你要有什么话要先讲？对，看分数，先看分数再说。不期待，都看到分数再看要讲什么，是不是？他完全没办法看那个，没办法讲话了。来来来，看分数。那我们先看小松老师的分数，8分。薇姐给的分数是8分。哦 ，Andy 哥给的分数是7分。薇姐。7分，老师，7分，所以跟嘉伟一样，37分，37分，两个人同分了，哇哇，这样也得到一个很好的分数，没错，恭喜你，恭喜，在萧伯德每一次的演唱，总是能够听到最直达人心的情绪。今天决赛，他将演唱罗志祥的力量献给他最亲爱的妈妈。妈妈，好久不见，你好吗？你一个人在那边，有没有好好照顾身体？我真的好想念你。在梦里遇见你，你躺在床上，微笑对我说：“弟弟，妈妈没事，你用功念书才能好好努力追求你的梦想。妈妈很快就会美好了。”那时你笑笑摸摸我的头，但那一瞬间梦醒了，我醒来大哭，眼泪早已把我枕头弄湿。这是你离开我后的第一次见面。妈妈，今天我想告诉你，我一定会用心一点一滴努力地完成我的梦想。这一次的表演我想献给你，希望在天上的你会看见，因为是你给我的力量，让我继续勇敢努力下去。妈妈，我爱你。翅膀，它跟着我流浪，独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像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坚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臂弯，给我力量，陪我闯荡，也许我们都不将伴留在我的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时光匆忙，不曾遗忘，有天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Yeah.
献给妈妈的，献给妈妈的。其实这首歌曲感人的一个表演。对，这首歌曲我印象很深刻，是当时在那个罗爸爸，你也在。罗爸爸走的时候，嗯，然后呢，后来小猪的新专辑里面就出现了这首歌曲。而且在他有一次去上 stage 演唱会的时候，因为妈妈刚好生病，对，然后你有去送花，那场我们去看。对对对，也是唱这首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曲有那种温暖的力量。没错。那刚才呢，这个伯德在唱的时候，那个我们看所有的男子汉啊，很多都泪崩了，泪崩了，就是已经崩溃的极限了啊。感情面这一块真的是我们男子汉一个很不能对，对啊，因为只要听到这一块，他们都会热泪盈眶。但没关系，这样对他们是好的，因为在这个总决赛的时候，这紧张的感觉把它发泄一下，没错，这样很好，非常好。但是呢，重点是他今天这首歌，有妈妈的守护吗？我们来看一下评审怎么说好了。小松老师，就是说，我是说你的歌声 OK， 但是前面的口白到唱歌过程的完整性来讲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是，现在来看一下，小松老师给的分数是8分，好，薇姐给的分数是8分 ，Andy 哥给的分数是8分 ，G 姐给的分数是7分，好，大军老师给的分数是7分，哦，好像多了一分，对，38分，相当不错。那目前呢就已经超越前面两组了，两位，对，对，相当不错。对这个分数感觉怎么样？还是有点担心吗？没有。就还是很谢谢老师，是是是，给我这个机会。好的好的，好，表现相当不错，没错，谢谢你。谢谢。好，欢迎下一位表演，廖佑君 ，Go。好，我是廖佑君，今年19岁，就是台北。在海选时，以阳光般的笑容成为廖佑君的个人特色，而他一直勇于尝试新挑战，但相对容易紧张的佑君，会不会在这次决赛中出现失误呢？美国影集会看到一个那种桥段的歌舞剧，没错，歌舞青春的感觉，歌舞青春的哦。怎么了？亲的太忘我了，是不是？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对，没关系了，反正也有听到了。对。好，现在呢，这个先带着紧张的心情，我不知道他现在心里面很复杂，是在想什么？平缓一下，我们先让他听听评审怎么说好了。君姐，其实我觉得你笑跟不笑是两个人。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最好看在哪里，还有就是表演这件事情哦，就是你刚才台上整个的氛围，其实你体型也好，或者是说有一点卡卡的舞蹈动作也好，有你的可爱跟质朴的地方。刚才在台上就好像一个小鹿斑比，
进入了那个大野狼的丛林的感觉，感觉好像稍微大声一点吓你，你会吓到的那感觉。你这么高这么壮，你要再放胆一点表演，不然整个感觉就是怕怕的。台上有失误是难免，但是你要让人家看不出来，很顺畅的把那个错误给掩盖过去。然后就算在台上跌个狗吃屎，站起来都不能自己先捂脸，搞不好人家没本来没看出来的，你一捂脸之后大家就觉得哦刚才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要再放胆一点，你有一个很质朴的外形，但是却有一个很好的体格，要好好的发挥，多看自己，多认识自己，你就会表现得更好。就至少有努力练习过，然后失误，然后今天就尽力，然后不要管之后的路，对，因为最起码开心。先不要那么沮丧。对，先不要那么沮丧，来看分数吧。焦佑君的市场演出会让他无法晋级吗？叶玉洁的歌舞魔术秀惨遭评审批评。非常精彩。去节目上表演时，是不是成为偶像这个特质或是这个能力，并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的表演，叶玉洁的歌舞魔术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廖佑君表演完之后，让他感到相当懊恼。看完评分之后，能不能再次露出阳光的笑容呢？先来看分数啦，小钟老师给的分数是。7分，什么？薇姐给的分数是7分，哎，你哥6分，君姐给的分数是6分，大君老师5分，哇哦，是的，所以现在的总分是31分，是的。的确反映在分数上面，没错。但是呢，现在也不要先那么紧张，因为至少尽力了。我们来看后面的男子汉表现怎么样。好，来欢迎下一位林嘉乐。我叫林嘉乐。林嘉乐擅长寒风舞蹈，拥有一身基本功。兢兢业业的他，会不会让他在今日比赛中太紧张，反而表现不如预期呢？너이거밖에못해이렇게하고와이렇게할거면다때려주고다시대만으로돌아가이자식아태양이뭐하는거야그렇게는약속도가면어뭐태양와이렇게해갖고뭐하는거야이자식아다때려치자죄송해요다시할게요됐고이렇게할거면당장때리쳐이씨全配，你要不要脸？轻扛起重，鸡蛋里挑骨头，我努力去做，你努力要求，怕概括承受，最后会喷我，换我来摆弄，我要的感动，看，天亮你的梦，你是否还爱我？见你的骄傲，见到见我的失调，见到见你和你不能看到。
哇哇，相当不错！我一开始有被骗，吓我一跳。我刚差点喊卡了，你知道吗？我也是，我们 JPA 刚后面，完了，忘记了，错赛，不错不错，演技还不错。对啊，真的忘记。直到那个很憋脚的经纪人上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哦 ，OK。没有经纪人长那么帅，除了 Andy 哥之外了。好，对。那但是呢，刚刚这段表演呢，我其实我觉得嘉乐他一直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努力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下一站天后。对，一开始跳男生的歌可能不太适合，后来变成跳女生的歌。那因为今天是最后一站，我觉得拿出自己是对的。对，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他，刚真的有吓一跳，那也代表其实应该是嘉乐你的故事，你要不要说一下？其实我表演这首歌的这个团体，我跟他们有一些渊源。哦，怎么说？因为我以前在韩国的公司是在 A 公司，然后 A 公韩国经纪公司跟 NBA 一样会有球员试出这种东西，那我就被试出了，然后可能要到别的公司出道，那可能就跟这个团体有一些合作。那但是因为我在 A 公司已经有一些新闻出来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不新鲜。哦，然后就已经出道过了，等于是回锅肉，对不对？对，他们就可能非常好，非常好。其实哦，不经历风浪哦，长不出力量。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有一些波折，你的人生才精彩。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松老师给的分数是九分，哇，高哎！薇姐给的分数是八分 ，Andy 哥给的分数是。八分，君怡姐给的分数是八分，大军老师给的分数是九分，哎呦，好高哦，42分，哇，目前最高哎，42分，哇，所以呢，也就是他个人的魅力跟那个释放的那个力量已经到达一个程度，被评审看到了，评审都看到了，就算有点小吐槽，但是呢，那个小松老师还是给九分，很高的分数，相当的不错，恭喜，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组。叫黎明翰，黎明翰从来不因为他的身形限制让舞蹈演出失色，反而每一次演出都能抓住观众的心。这样有魅力的可爱小帅哥，今天要带来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演呢？到现在，然后看到他现在有自己在主持这片歌，然后我觉得他主持的是哦，我眼前里面王子的进步很多。千万不要这样讲，小猪呢在离开我之后一直努力的发展之后呢，我觉得在这个亚洲歌坛他都没有对手，但我的偶像还是有。你们两个一定要这样一开始见面就互别苗头吗？亚洲舞王罗志祥帅气登场。基本上呢，只要表演是跟技术性上面有扯上关系的，都有风险。但是呢，我觉得刚刚看出来蛮不错的，蛮稳的哈。对，来，我们看一下评审是不是这样看。好，君怡姐，我觉得她好可爱哦。对啊，
我觉得今天其实像那个抛高最后你要本来应该要接住，对不对？但没有接住。可是我觉得你以这么小的年纪来说，你还是把所有的 ending pose 可以很有力量的把它做完，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鼓励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只有几个抛高没有做出来，不然的话其实你的扯铃扯的还蛮有技巧的。然后要多喝牛奶再长高一点好不好？还会啊，还会。我十五岁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讲这句话。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分数。好好，小松老师给的分数是8分，薇姐给的分数是9分，哦 Andy 哥给的分数是7分，菊怡姐给的分数是8分，大俊老师给的是7分，哇，所以他的总分是39分，相当不错，目前呢排名第二，分数相当不错，恭喜恭喜，谢谢。好，下一位欢迎的是叶玉洁。大家好，我叫叶玉洁。吉他小王子叶玉洁初选时的深情表现虏获人心，他将带来大阵仗，用最丰富最爆破的演出震撼观众，这样的突破能够获得评审的好评吗？哎，掌声接着我吧。你抬头，你说选我选我，手上所有挣脱，你人一脸迷惑，吹个风手一松，那硬币已经失踪，你鞠躬那张神牌的胸，天生破轻轻痛，却只管手一动，给观众一个梦，假意中有笑容，说穿海报却不拿汉堡，反而拿出牛仔帽，你永远都猜不着，每当我在台上演出人体跳舞，你就在台下的偷吃我的泡芙，因为无时无刻我只想你快乐，啊，独一无二的形象，傻子用不点破坏方式，我是发自爱而不自泪一百分的姿势，谁说恋爱别找我舒适，我不需要坚持，所以他笑说我是大师。想到这一段，因为我们班导就是魔术师哦，然后我就想说可以用就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问一下大军老师，这个节目的宗旨是要选出一个偶像团体，所以你的艺人特质跟你的表演能力是很重要的。我不否认这个表演是非常精彩，你去节目上表演是非常棒的一个内容。可是对于你是不是成为偶像这个特质或是这个能力，并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的表演放在总决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先看一下分数好了，来，小松老师。小松老师给的分数是6分，薇姐给的分数是7分，艾迪哥给的分数是8分，鞠怡姐7分，大军老师7分。好，再看总分是35分，35分，有一点偏低，对，有一点偏低，但是我们后面还有8组，对，对，还有8组还没表演完，所以玉姐不要担心，好不好 ？OK。现在这个时候，各位观众朋友，兴奋的时间到了，传说中的那个男人来了，哎呦，是的，亚洲畅销天王，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志祥。1996年，以团体四大天王出道，发行5张专辑，深受少女们的喜爱。
2003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便拿下新人榜销售冠军。陆续推出的作品不止销售成绩亮眼，并获得无数奖项肯定。2012年发行日文单曲《但丁》，更一举拿下公信榜前十名的佳绩。动感多变的风格，奠定亚洲舞王的地位，绝对也是男子汉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来欢迎亚洲舞王罗志祥，亚洲舞王罗志祥即将登场。帅，有他在。好久不见了，已经好久不见，白很多。对，白很多。哇，真的是这次发行的喂。为什么要喂？要不然哪里干吗？对，在这边了。哎呦，9张专辑，哇，这个节目终于来了。是的，我每天在家里就万众一直在期盼着，因为真的一直在看这个节目。每一集吗？跟你讲，每一集，我在家里也一直看100%。你买给？对，就是特别是你不在那几集，我都看。太好了。因为我跟欧弟就是以前组合到现在，然后看到他现在有自己在主持这片天，然后我觉得他主持的是哦。我眼前里面王子真的进步很多，千万不要这样讲。小猪呢，在离开我之后一直努力的发展之后呢，我觉得在这个亚洲歌坛他都没有对手，但我的偶像还是瑞。你们两个一定要这样一开始见面就互别苗头吗？没有，太熟了，太熟了。但是呢，这一次呢发行了第9张专辑，真的不容易。刚看到也冲去日本发展，可以说继这个邓丽君之后呢，唯一在日本发展的非常成功的真的台湾。那时候 JPN 去日本宣传的时候啊。整个涉谷不开玩笑，电视墙还有整个唱片行都是他的那个 MV 跟他那个宣传车。对对对，对不起，我的兄弟有个奇怪习惯，就是我主持的时候他喜欢看我鼻孔，我只要一扩张他就很开心了。你可不可以专心一点？很专心，可以这么近距离看到欧弟，好开心。没有没有，我知道我一直是巨星的啊。但是呢，哎，不得了了。现在呢，发行了这个第9张专辑。哎，听说呢，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非常辛苦，很辛苦，很辛苦。MV 的场景整个把台北炸掉了，真的。对，没有他其实就是一个表达一个末日后的一件事情。嗯哼，对，你干嘛啦？然后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以世界末日为一个主题的一件事情，他只希望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珍惜你的每一分每一秒，用你的爱去，你知道，分享给大家这样子。你们两个要不要亲一下？是要接吻吗？好，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有一个人超级爱你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他吗？他每一次比赛都会用我的歌。真的假的？那你上次我看到还有那个梅丽会，为什么要这样？对对对对对。哎呀，好气啊！好气。因为我跟你讲，他很喜欢你，但是他又怕没有自己，就是你的影子太重，然后他就想要就发明一点自己的东西，就一家啊，那个老师就有两个字啊，给搞。对，对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也觉得都会看。对，为什么他要加这个？但你觉得，你有看过他本人吗？我刚刚有找了寻了他一下脸，你有找到吗？有找到，找到。要不要看他一下？就觉得哎，发型怎么？哎呦，哎呦，一样。还有耳环也戴同个位置。哦，真的。还有他生气的时候，我跟你一模一样。我生气是怎么样？有这样吗？有啊。我让他生气一下给你看，来，站起来，快点，人都来了。对，我觉得有点害羞的感觉，怎么了？第9张专辑，对对，就是这一次有我在的概念，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有我在，它不是否我罗志祥一个人，它其实是否给每一个人。然后，比方说，否给每一个人是，就意思说，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讲有我在。哦，当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其实你过去跟他讲说有我在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无限大的力量跟感谢会从那个对方的眼神散发出来，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对，又懂得去互相去帮助对方，而不是视而不见。哦，那就不像王力宏出了一首歌叫《你不在》哦，不像，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对对，所以跟他概念是完全颠覆，对不对？对对对，不要翻白眼。所以什么事情都要有我在，就像男子汉精神一样，其他的男子汉都互相扶持。但我还是有个问题，你说，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加那个罗天王的那个微博嘛，是。可是为什么前几天就是当你那个专辑的那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恭贺你的时候，突然发一个说。攻击我这个事情，对啊，谁攻击你啊？是干嘛攻击？我想不透，除了我之外，还谁敢攻击我？我真的不懂。对对对对对，没有人敢，没有这个胆。对啊，为什么？那是谁？还是你？
还可，他不是你，你疯了，那个微博不会是写给我的，好不好？对，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还是会有些质疑的声音啊，不管你今天成绩销量再好，或者是你的专辑的不管是设计也好，就觉得为什么只要一出集，就会有人会开始会质疑你的任何东西，或者说你抄袭啊什么的，那就觉得会有点不。心情就会有点不开心，那我整个 team 的人不就被一起攻击到？他有今天的成就也是因为有他们在，对，所以我才会写那一篇，就是你越打击我的话，我会变得更强。那但是你越质疑我的话，我用成绩告诉你，你又输了，因为他每一张都会一直在质疑我嘛。那我只能用成绩来告诉你，你这次又失败了，下一次加油。没错没错。做一个试调，因为我堂弟他们就是国中生，我就有去问他们说，你们现在学生最喜欢的偶像是谁？男生就是罗志祥，女生就是杨丞琳。哎呦，对，也据说罗志祥有跟杨丞琳一起去拍微电影。哇，你这个带得很棒，你真的好会主持哦，会转的，真的，你活过来了，王子，你怎么接？哇，这三个月来这么多集，没有一次。好的，漂亮！他今天也参加总决赛，强哎，真厉害！今天是你主持总决赛，哥哥很变强，你要加油啦！但你太远了，你不能舞蹈一直在进步，你口才要进步哦。啊，对，但你李记太远了。我说真的，我真的说真的，真的好厉害！我说真的，对对对，这次有跟杨丞琳一起合唱一首歌叫《王建王》，然后也跟他拍了一个微电影。对，然后对你那首歌曲在我那个偶像剧里面有播。哦，对对对对对对，主题曲，有主题曲，对，连戏我也有看，真的吗？搞得好像我没什么事做一样，对不对？我很闲，你叫什么？我是很闲，超忙的，好不好？为什么要凡哥？有吗？搞得我好像很闲一样。对啊，你到底在干嘛？对，我没干嘛，就是电视儿童啊，就回到家就电视都打开了，就是看每一台在做什么，关心演艺圈所有的人，对，真的，难怪那么多人，难怪那么多人都在。对，有我在，不错。好了，现在呢，我们马上呢，第一位男子汉呢要献出他的表演了。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好，余孙生、何梦远、叶玉洁、曾义祥表演的《有我在》，能获得罗志祥的青睐吗？我们看一下天王怎么讲，气势很强，但是我不知道主角是谁。你们是以一个 team 为一个表演，还是以一个主角？他们想要你当主角，然后他们在后面跳吧。真的，应该是。好会说话哦，没有，但是我不会去。王子受挫了。就是你们是以一个 team 的感觉去做呈现。一个 team。我觉得你声音跟你的脸不搭哎。怎么这么说？就是我觉得你的声音应该会比较细一点的，怎么说的感觉？但是你的声音是这么的低沉跟沙哑。对啊，声音成熟。声音很成熟。那主要是这四个。对呢，对，这四个表演。这是世界末日的感觉吗？对，世界末日。就很悲痛那种。对，但是悲痛有很多的情绪的转变嘛，你的肢体、你的伸展的感觉，而不是猛跳。猛跳的时候有悲痛感，但是最难看的、最难过的就是从内心散发出来，但是又不想让它出现的。就像有些男生要哭，但是他 hold 住不哭的时候，那是最心酸的。
那种感觉、啊、所以就像你那时候生命之舞的那种，有点愤怒但是有点压抑，有压抑，然后告诉你我一直在盯着，一直在盯，当我有一机会找到出口的时候，我就会蹦出一个爆发出来。对，我有看。哎呦，是是不是、欸、你有没有看？我有看，我非常谢谢 I love you。 好的，所以呢这组的表现相不错哦，不错不错不错，好，每个人的特色都很有，但是呢、嗯、整齐度要加强。对，好，谢谢你们，谢谢。目前分数最高的为林嘉乐，他能否成为今天的第一名呢？还有精彩表演，敬请期待。